到上方，上方，上方。你另外手也对对对，帮我推一下哈。右边，右边，右边有伤口吗？好，好，都捕捉到嘛哈。好，感谢。那我们当然让小倩好好跟他 say hi， 跟他好好问候一下。恭喜你呀、啊！恭喜，谢谢宇哥。恭喜恭喜，好久不见。是，真的好久不见。谢谢。这次入围，刚在台上时间很短，有没有什么特别还要想再补充的？对，因为我这次是入围两个奖项嘛，是节目奖跟主持人奖。然后其实，在台下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准备两个感言了，但是在后来就把它综合在一起。我想补充就是说，因为会进入到广播这个领域呢，其实要特别谢谢一开始引领我入行的一位郑老师郑启阳郑大哥，那么还有我第一个电台的老板就是温执行长，因为他们给予我非常多的协助，而且他们很凶，就我以前是常被骂哭的，就刚入行的时候。那么一路走来呢，就是到现在做节目已经蛮久的时间了，能够在这次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金钟奖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比赛，然后能够拿到这样的奖项的肯定，我觉得是对我自己在主持生涯当中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这样子。是，确实。所以因为这一部分自己本身在广播的领域上的努力，也看到您的光芒，要不要为我们很多新加入的广播人也给他们一点打气？尤其已经迈入到第59届了，是，对呀、啊，好快啊，越来越多广播新秀了。没错没错，其实很多人刚进这一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不管你入行多久，即便我已经入行有20年了，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广播奖的一个广播金钟奖的一个这个比赛。那我觉得新入行的朋友更要努力的去尝试，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把你的特色或者把你的节目的风格做出来，相信自己，我觉得你都有机会。是，又要再度恭喜你，希望谢谢还有更多机会能够持续在舞台上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演出，而且在广播上持续的发光发热。没错，那再次恭喜就是大庆广播电台的小倩 Super 舞茶是，再度恭喜小倩，恭喜谢谢恭喜，我们把时间交到舞台上，目前颁奖。